望着，盼望着，春天又要来了，各种狗血的爱情故事又要卷土重来，肆意的拉扯少女们脆弱的小心灵了。古有梁山伯祝女台化成蝴蝶抖抖飞，今有宋仲基实力撩妹儿，众有陈伟霆盗墓泡小闺女，外有小李子墓板上面诉衷情，借一个个一对对，无一不是在国家保护动物单身狗面前撒毒药。不爱情不要伤害好不好？爱情能不能有点别的拍法？比如我下面要给大家安利的不一样的后裔，请大家有序跟随我的脚步，不要被误伤。不一样的后裔之至心爱人，后裔。一个勇士，一代王者，力大无穷灯拉回射。嫦娥，一个美女，一代佳人，含羞带臊，眉目传情。后羿为了百姓的生活安康，毅然决定射日，然后就被九天神雷劈到了4000年后。在这里，他遇见了失踪已久的嫦娥，开启了新一段的恋情。嫦娥4000年前收了后羿的梳子和项链，也穿越的不见了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狼想着妾，妾念着狼，他们都去了哪里？有一首歌能够告诉我们答案，那就是后羿射日被雷劈的那场雨。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？不一样的后羿只拿什么拯救你，我的达利。后羿穿越到了现代，遇见神似嫦娥的神剑小妹儿，这小妹儿眉目含情，第一次相见就让后羿有了触电的感觉，于是后羿就施展了自己拙劣的撩妹套路。有句经典的话是这么说的，没有撩不到的妹子，只有长得不帅的汉子。后羿不仅帅，他还有力气，还很会射箭。于是虽然演技拙劣，妹子还是爱上了这个拥有 N 多技能的后羿。两个人是你看我有爱，我看你有情，两眼一对就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对方。能力越大，那反派就越多，后羿那么能嘚瑟，肯定是要得罪黑社会的呀。黑社会打不过他，可是黑社会可以绑架你的小娘子呀，所以后羿又要展开自己的各种能力去拯救他的爱人。不一样的后羿之小雅正传。我的名字叫小雅，我的妈妈告诉我，生活就像巧克力，永远也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。小雅是一个天分不好但是极其努力的女孩子，她的目标就是拿冠军。为了拿到冠军，她与魔鬼做了交易，他将身体出卖陪黑社会老大上床，将灵魂出卖雇人将何影绑架，又给后羿下了迷情药，就差把爱情也出卖了。因为爱情这个东西吧，爱情都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。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，却是整个电影当中最具有自己坚持的人，人物形象也是相当的丰满，从头到尾那都是设计陷害。比较一下前世喜欢嫦娥，穿越后喜欢何影的后羿，再来比较一下利用后羿提高自己技术的何影，他反而是一个更加纯粹的人，只不过他走错了方向。不一样的后羿之人在江湖。在江湖上一直有一个传说，有一天会有一个盖世英雄从天而降，张弓引箭，拯救国家于危亡，扶大厦于将倾。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，夏后。他会在片场遇见小混混副导演，小混混带着他喝啤酒混江湖，泡麻子镇场子。小混混发现了这个男人不一般，于是呢就时时刻刻跟着他，他要什么就给什么，伺候的跟大爷一样。当然啊，夏后也没有让他失望，光着身子都能掏出来钱，赤手空拳也能撂翻好些个人。就在小混混以为抱了大腿可以扶摇直上的时候，更大的黑手来了。小混混欠高利贷的高级哥是他的手下，文物店的奸商也是他的手下，还有操着一口流利普通话的泰国杀手也是他的手下。如此看来，这位哥也是只手遮天的人物啊。那么他是谁呢？他就是来自宇宙国度韩国的郑雄哥。郑雄哥的生意呢遍布全宇宙各地，郑雄哥的小弟能够围绕地球18圈，可是啊他还是输给了后羿。本来后羿啊是不准备出手的，可是千不改万不改，郑雄哥动了他的女人和他的男人，江湖上的大忌都被他给触犯了，所以呀后羿势必要灭了他。天道好轮回呀！听了那么些个啊，你们还不去看这部电影《我的男友是后羿》吗？看完了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哟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，更多精彩的视频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斯文皮子，我在那里等着你哟。